家好，蛤蟆飘香书画宜人。2023纽约市大家书画展这周末进入第二场，今天是于尔科老师的书画展。据2018年于尔科老师在曼哈顿中城举行正大气象海外传承，至今快五年了。今天的主题是食艺，人生贵在食艺。盖天下之乐无穷，而以食艺者为乐，方其得以万物以益之。及其既有，未有不萧然自笑者也。得其无常，食艺者即为自乐人生，当如是观。又何忧不惑者其寿者也。不算是零，哦，高租界里那个零，高屋界里那个零，没有没有。大陆表的，大陆表的，那我说用这个材料，这个材料蛮贵的，叫耿绢的，一般的用不起，一般就是一般的花翎表一下。对，你看它全部用耿绢的，蛮考究。那这是我师姐说的，也是你的。
学校的时候教过个，后来才画。陆陆续续还是有人来，那觉得游客还是有点影响力的。嗯，因为他以前在马哈顿搞过一次。我跟你说嘛，在我的头脑里面啊、哦，他这种的就是这个传统的精神出道要这么一次。是吴明峰老师的书画展。看一下，好厉害！吴明峰老师，谢谢。